我要唱歌。 怎么样？又输了一球了。看完了。哎，小心点我。哎呀，别往来。哎呦！小薇，拿来。我。 小文，站出来！林老师，不是我。小文，回过身去。 用不着你们，去办你们的事吧。是。哎，博士，你一个人待在这儿干什么？我在等小孩嘛。小孩，小孩有用吗？少废话。过去我们改造的科学怪物，完全是定了型的成年人，一不小心他们就会闹情绪、发脾气，使我难以控制、不好管理。所以我要找小孩。 博士，对付小鬼和比你来动手，交给我们办就得了。哎，对呀，把他们捆绑回去不就结了吗？哎呀，你这个人头猪脑，小孩子只能用骗的，不能动粗的，笨蛋。哎，到了，快点啊！哎，快点吧，我们下去游泳啊！好好好，女生也跟我们一起啊？哎，那不行，我先走了。 哎呀，你们快滚！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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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朋友，你们先把衣服穿好，我再送给你们，好不好？啊，好，好，去吧。好，去去去。不要吵！我问你们，你们愿不愿意做超人呢？愿意！好！只要你们愿意，我可以把你们变成超人啊！真的呀？当然是真的了，你们看啊！你们看啊！哎，这就是我巫博士改造的超人。我要整容。哎，不是叫整容，叫科学改造。哎，对，这位小朋友讲的对，这是科学改造，谁愿意跟我走呢？我愿意。不是真的，我才不上当，我回家去了。真的，我要回庄了，我要跟我走。我们去，我要去，我要去。我们要变超人。告诉你啊，假如我变了超人呢，你看我怎么对付他们。我们叫他们捧800个鸡蛋回去就可以了。对，开天超人，变。巫博士呢？怎么不见巫博士呢？放心，他会来的。跟我来。不许这么凶！巫博士，我要变超人！我要变！你们退下！是。小朋友！小朋友，你们听我说。你们看这个仪器宝座，是用来改造你们做超人用的。你们谁愿意先上来试一试看？别急，慢慢来，一个一个来啊！我先，你先来。来，我先变超人。哎，小朋友，来，没有轮到的小朋友，乖乖的坐在这两边啊。来，超人，变，把你变成超人。
超人。啊！你骗我们的！这是毛病，不是超人。不要吵，不要吵，不要吵！回家去！你们来得去不得了。你们乖乖的给我坐在那儿，不许动。让我来想想看。你，把他带走。走！我不要，我不要！哎呀，你们误会我了，小朋友。因为小龙顽皮，所以先把他变成猴子，然后我再想办法把他变成超人。你们相信巫博士吧？啊！我不骗你，相信我，我不会骗你。快变超人！快变超人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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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歌星现在要唱什么歌呢？走开！哎哎哎！放开我！我不要，我不要变超人！放开我！我要回家！我不变超人了，我回家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不要，我不变超人！放我回家！我要回家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不是，我忍不住了，我要唱歌。要唱就唱吧，我到哪儿去唱啊？小心点，在我耳朵边上唱。哦，博士，我开始唱了。好，你唱吧。来了啊。好。哎，是你自己叫我在你耳朵边唱的。停止。我命令你们，他已经有了一半的法力，别让他跑了。
怎么了？我变成怪物了，会难过的，我不敢。那我们回学校去找林老师。啊，林老师，小波是顽皮点，但是不会不回家的。是啊。进去吧。现在警方正派出勇猛无比的雷虎队去搜索山区，那边看看，我相信不久就会有消息的，希望是这个样子了，你不要担心啊。小文，小文，小文，你放心好了啊。哦，林老师，各位家长，如果你们发现有什么可疑的人物，请你们立刻通知我们。好的，麻烦你了。小波，丽丽，不要理我，不要理我，我是个怪物。怪物，一点不像啊，花钱还买不到呢。你看，蛮好看的嘛，一点也不难看啊。真的，我干嘛骗你，真的很好看的嘛。我见到妈妈，见到林老师，见到同学们，我真想跑过去，但是都是这个耳朵害得我不敢去见人。你假如不见他们的话，你妈妈可要想死你了。我说啊，说不定大家看见了，马上就会流行起来，每个人头上都插一根东西，走起路来一晃一晃一晃的，好神奇啊。走吧。小波，你快进去呀、啊！去呀、啊！进去呀、啊！哦，妈，小波，啊，孩子，你回来了！啊，孩子，我变成怪物了。小波，不管你变什么，只要你回来了，妈就高兴了。伯母，再见。再见，再见，谢谢你们啊。妈，我不当超人了，我再也不离开你了。你先去洗个澡，妈弄点东西给你吃，然后好好告诉妈，让妈知道
这几天你到什么地方去了，好不好？我也记不清楚那是个什么地方了。林老师，来来来，小包回来了。是啊，林老师，警官先生，你一定要想办法把我那些同学们救出来。是啊，他们都变了妖怪，好丑啊！你们放心好了，我一定会把他们救出来。你们乖乖的回去上课吧。对，快去上课吧，上课吧，乖的啊。来来来，快小包来。这附近的山区都搜查过了没有？都搜查过了。这件案子真是太辣手了，一点头绪都没有。连在小孩子身上也找不到任何线索。你说的对，依我看，这件事情绝对不是住在附近的人干的。我们要加紧搜查。包教授，你是人类改造权威，除了你，还有谁比你更懂呢？包教授，难道说你就忍心看着这孩子就这样过一生吗？无论如何，你也要救救他。啊，谢谢你。包博士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有意的。哦，我来试试。母亲很难过。这是一个很特殊的改造，我要先检验一下。你们先请回去好了。啊，包博士，依你看，小波会复原吗？一定会的，但是我要先把它改造成一个生命力旺盛的有机体。什么有机体？什么叫有机体呀？可能就是你们所说的超人。你不要吵。不过呢，这个是我初步的构想，还得花费一段时间呢。鲍博士，预祝你成功。谢谢。小波在哪里？我不知道。
哪儿去？告诉你们，这个房子很坚固，一箱炸药是不够的。博士说，小波的身体构造是半个超人，如果要改回来，就需要就需要相反的原理。那就是说，先把他的身体改造成超人，使他的神经构造产生平衡，才能恢复健康。那些怪物真可恨，把小波变成这个样子。你们放心，包博士一定不会放弃这次研究工作的。Hey!
师兄莅临，他们往那边去了，快！再去访问。现在只有我一人在拍照，如果他一高兴变成了超人，哈，那我就有头条新闻了。我给你拍照啊。我要唱歌。哦，你要唱歌，去吧。去了，小波在找你呢，快点来呀！啊。
我喜欢拉你的手啊。干什么嘛？啊，好友，我们两个是好朋友啊。你说，是不是啊？丽丽，你怎么了？学那些大人那样妖里妖气的，恶心死了。你不喜欢我啊？人家跟你要好嘛，真是的。你今天怎么了？这么奇怪。我喜欢你啊，你不喜欢我啊？在这儿啊。你呀、啊。你烧死他！把那些孩子们统统的给我带回去。是。妖怪，有种你就把我放下来！小文，你去找太公来呀、啊？干嘛？我们可以射中小波身上的开关呢。对，他就可以变成超人了。Ah!
小豹背上的那个开关钮是。再来的，我想了一夜，我不能。我明白，我了解你。但是，消灭那些坏人是大人的事，你年纪还小，你应该回到学校去，跟以前一样。林老师说的对，他只不过比我大一点点呢。林老师啊，我现在不愿意当超人了。对，你现在应该好好的念书。将你们学的长大了之后贡献给国家，这才是一个好孩子。我带你们去找包教授。哦啊，守住台上，快点！哎，走开！啊，好了，你们走开点啊！这里了，不会的，雷虎队会打得过他们的。我来。把窑洞炸掉。开大一点。是。哎，不是这个，这个。包博士，敌人就快攻来了。旋转轮拿给我。
旋转轮拿给我。鲍博士，旋转轮不在我们这儿。哎呀，怎么搞的？再找啊！小李，啊，旋转轮在不在你那？不在啊，恐怕留在研究室没有带出来。我也这么想。鲍博士，哎，旋转轮恐怕留在研究室，哎呀，没有带出来，这怎么办？再去找找看。啊，我都找遍了呀。没有旋转轮，超人的手术是不会成功的。哎，这样重要的机械你们居然没带出来，这怎么动手术呢？你们谁愿意去把它找回来？我去，我也去，我去，我也去。这样吧，人多目标太大，你跟小文一起去。嗯。哎，路上要小心一点，快去快回。是啊。什么东西啊？我看，我也不知道。这就是。就是旋转轮，杀死他！
是。把我送回窑洞，他们等着我。大家小心，别害怕。小文怎么还不回来啊？我比你还急呢。小潘呢？小文，小文死了啊！哎呀，快把他抬进去！小文，哎呀，小文，小文怎么了？你醒醒啊，小文！你醒醒啊！怎么了？小文，小文，小文，醒啊！小文，小文，小文受伤了！小文，小文，醒醒啊！交给博士。啊！包博士。啊！我们打输了。小文，包博士，有了旋转轮，我们的超人就可以出现了。对，小文，我要唱歌。小文，
超人果然厉害，可是想凭你这身本领置我于死地，哼，绝不可能。我是金刚不坏之身，死不了的。我今天非要你死不可。做梦。这样吧，我放你一条生路，你走吧。就是我走，小文也不会答应的。那你有什么办法对付我呢？哼，告诉你，我有金刚拳，可以破坏你的护身铜牌。这是金牌，不是铜牌。